Hi, morning. Mambo. Jumbo, jumbo. 这小孩，我们早上呢吃早餐。Hey, morning. Morning. 刚才呢聊了会儿天。你好吗？哦。哦。非常好。谢谢。谢谢。哎，another? May I? No. 啊，老师。老师，老师，哦 ，teacher， 哦，老师 ，teacher， 对、yeah. ，我们刚才聊了 ，that's only I know. Okay. After I'm learning I teach you some Chinese. Yeah, because where I live back home, there's Chinese restaurant near my place. Oh. So I go there, I talk to them, so.I say, 你好吗？然后呢，你谢谢。他在中国餐厅还学了点英语，挺有意思的。对啊。今天啊，天气呢有点阴，现在在下雨，小雨，潮水呢还没退下去。我呢吃个早餐，现在是将近十点多钟嘛。我们呢加了个联系方式，因为我们有可能一块儿去看那个乞力瓦扎罗，不是。塞伦盖蒂就是看动物，他们也要去。我喜欢这个水果拼盘。哎呀，这还是个长颈鹿。啊、哦，把它杵在这儿。我还喂过长颈鹿呢。我这一趟旅行真的是。你好，这是我的妈妈。哦，嗨。I'm Lee. Hello. Yeah, from China. Hello. This is Lee from China. 他跟他妈妈在视频呢。哎呀，好有意思的。哦，好了，早上我再去沙滩溜一圈。Mambo. How are you? 好了。不行，不能跟他聊天，因为我昨天装作不太会英语，呵呵，因为他们总是要推销一些就是东西啊，或者是问你要 去哪里玩呀、啊，他有船呀、啊、什么的。哇，这个浪真的好棒啊，沙子也好，哎，走一走。今天我就要离开这片海了，回去休整一下，就要去阿鲁沙。就是乞力马扎罗开始，塞伦盖蒂，最后我还要去马达加斯加，我还要去赞比亚，我还要去津巴布韦，我还要去博茨瓦纳，然后还要去纳米比亚。到了纳米比亚，我再想再去哪儿，到时候再看了。反正先往这样的走，走一步看一步。看一步，我走几步。这浪真的，就像咖啡一样的。OK， bye bye， nice to meet you， Lee。Bye bye， have a good trip。Yeah， yeah， enjoy。OK OK， wait。Message, okay. Enjoy the rest of your vacation. Okay. Good night. Okay, bye bye. Woo. 好了，穆罕默德呢过来接我了，我也要离开这片海滩了。哇，真的好漂亮啊！以后还会再回来的。Okay， 他果然是。OK， Hi， Mohammed， Morning， Morning， How are you？ So good， So enjoy， Yes， Let's go， Come back， Take me go to port， Port， Yeah， Port， Yeah， Because I need by boat， You go to Dar es Salaam， Yeah， Dar es Salaam， Yes， Yeah， Leave this island， This island is so beautiful. Yeah, so beautiful. 哇，这个岛住起来真的舒服。它是个旅游岛吗？治安又好，民风又淳朴，而且
目前为止因为疫情价格也不高，太舒服了，在这儿住了我看几天，5天，很享受。如果说我的其他的小伙伴们要来这儿，我可能还会再回来，到时候可能去别的城市住。这岛真的非常的棒，大家有机会到这儿来体验一下，非常值哦。这后边都是当地人的房子，沿海的都是给游客住的。这岛的气候特别棒，就是不是那种靠近海边就特别潮湿的感觉，没有的，还蛮干燥的。晚上呢会下一点雨，刮点风，是吧？白天就是蓝天白云 ，cat view， 要多蓝是有多蓝，只要你的眼睛能接受这种蓝，我都扛不住，必须要戴个墨镜。这边信号也非常的好，信号塔也有，网速也可以，放心，没得什么问题啊，就是晒黑了。现在是12:17。我呢又到了一家这个轮船公司买船票，这就是我的回程船票。哦，现在这个位置买了票以后再去码头。哦，买票的这也是有学问的。好的，继续走。OK， thank you。 一下 wait a moment。 给他小费吧。5000的有点多了，我靠。1234 OK， 30 OK， keep the change。 哎，不，好的啊，不了，拜拜。哎呀，好的，到了，就从那边进的，我先拿我的东西。这是哪个公司的哟？我先进来了。哦，从这儿走，那边是 arrival， 这边是 departure。 啊，在这儿。刚才这边的海关还盖了一个离岛的章子，很有意思，都不说离境了，聊离岛。OK， take it。 你好。 This boat yeah。 OK， thank you。 好的。哇，我运气真的是小狗命好啊，我这个船是12:30的，哇，现在20几分了，马上就开船了。哎，对的吧？哎 ，How are you? How are you? Good, good, so good。哦，回去的时候坐的是红色的这个。哎，我上次来还说，回去的时候看他们体验一下红色的船。这个船比那个船要贵，那个船花了70000多，这个船花了85000。他奶奶个腿的！你贵在哪儿呀？你告诉我。看一下，哦，还中间是空的，双体的，这么牛皮啊。应该是怎么搞的，这个价格也就是坐在这楼下。哦，好凉快呀，不知道这个位置还在不在啊。不在。哎，it's free boss。 哎，我想找一个看风景的位置。哎呀，感觉有点难哦，来的晚啊。啊，这船头这边是吧？算了，随缘吧，已经佛系了，不能考虑太多，只要不坐在厕所边就行了，要求不能高。OK， thank you。 好了，好位置果然都是别人家的。开船了。这个船我估计更快，不然的话它为什么比人家贵呀、啊、是吧。走吧，坐的不是很满，比较的空。12:40，你看我现在手机吗，昨天就坏了的，是
没有摄像头，就包括这个灯都没有的。我现在还得赶快紧急的搞一个手机，搞个新手机，因为我下个星期肯定是要去爬乞力马扎罗嘛。哎呀，到外边去溜一圈。哦，贵有贵的道理呀，原来是这样子哦。可以坐在船头啊。差不多也用了一个半小时啊，还多。我们现在回到了达累斯了，这艘船要出发了。哦，两个公司交替着走啊。我们正在靠过去，现在排队做一个体温检测。我先出去，然后找上一个网约车，把我送回去。啊。我快饿死了。那港口是，哎呀，这边最乱了，赶快离开这里，去前边找上一个机会。我看一下，叫个网约车。哇，这里真的是这两栋楼看起来还像个样。我呢就站在这儿，刚才叫了一个网约车，他现在正在七拐八不拐的过来接我。按照正常的路线，他应该是从这儿过来，我要能在这儿上车就完美了。哦，到了。Hi, how are you? Fine, how are you? Hi, you are very quick. Thank you. So clean. Let's go.Noble Hotel, huh? Yeah, Noble Victoria Center. Yeah. 差不多是八公里回去，费用呢是7000-8000+9000吧，差不多。达累斯的话，这个城市还不错，绿化的也挺好的。唯独就是，当然了，你这跟上一个国家没法比，你上一个国家是卢旺达，在非洲没有哪个国家能跟卢旺达就是媲美这个城市建设或者是治安还有干净程度。坦桑的话还是不错的，因为这绿化杠杠的。哦呦，我们现在还是沿着滨海走。哎，这条路是中国人修的吗？因为这有很多这个韩国人或者是日本人也在这做基建，但这个路确实不错。This road, which company, which company built this road? I'm trying to think about it. We'll see it there. Oh. They're still under construction. I don't remember exactly. Oh, you forgot. It's good. This one, and you see that bridge? They are building that bridge across the sea.OK， 这是哪个公司修的？也忘了。这条路修的确实不错。好了，找到答案了，徐工，再加上使用的都是中铁，什么七局吗？十七局？刚才没看清。这条路是中国人修的，哦，有点意思。又回到诺德了，中国人开发的小区。我走地库就可以了，尹哥呢在那边接我，因为我没有房卡的话是刷不上去的。到了啊，回来了。哎，姚哥呢？屋里呢是吧。我首先呢先搞点吃的，我先把东西放下了啊。搞得好干净。快饿死了，出了一些饺子吃。
解解馋。哇，好烫！我在那个海边的餐厅，我吃的吃意面的吃的够够的，终于是吃点饺子。啊，这两天休息一下，明天的话开始去采购东西，因为我跟那个向导沟通过，去爬这个乞力马扎罗需要准备什么东西，他们那儿也会提供一些东西，但是我自个儿的话还是要准备一点，因为他们在山上做的饭，我估计我要吃七天的话，我估计扛不住，自个儿带上一些东西。下个星期，乞力马扎罗，先过去，过两天我就先过去，在那边适应一下这个海拔高度还有气候，看向导安排什么时候开始爬，因为我这个18号，就是7月18号，必须要回到这个乌干达打第二针疫苗。好了，这个视频呢到这结束，希望大家能喜欢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点个关注，点个赞，拜拜。